谢谢。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台语老师，我所有的香港国外朋友学会了台语都是我妈教的，这个两个字哇塞。宽姐那边母亲马哇塞至此哽咽说不出话。知名制作人宽姐邱礼宽的母亲肺炎病逝，享其寿93岁。追思会从6月6号到6月14开放吊唁，仅在二殡举办告别式。曾志伟特别飞来台湾，带着珍宝仪致意。特地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们感情很好，那有没有关心他一下？来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保重身体，对不起。我每天都有通电话，他很感动，就是也见到很多很久不见的老朋友，跟大家有讲好，就是大家轮流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安慰一下宽姐。有，他说很谢谢来过来，那杨阿姨也请我来替她致敬。她这么义气，然后在圈子里面这么颇受好评，应该是妈妈的教导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来致敬。宽姐送母亲最后一程，悲痛致辞4分钟，一度哽咽说不出话。谢谢你们大家，辛苦，谢谢。其实我妈妈也是一个老师，我在香港工作十几年，我的同事每次听到我接电话，不管讲多久，只有两个字对白，哇塞，就知道跟我妈妈在讲电话。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台语老师，我所有的香港国外朋友学会了台语都是我妈教的，这个两个字哇塞，我知道了啊。我后来回想一下，我妈妈这个教育方式，她的教导，她的人生道理，如此回答哇塞，有时候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很多事情想了一下，都是我知道了哇塞，退一步想一想，会更进步啊。不好意思，很，那我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等一下，妈妈就打来了。妈，哇塞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宽姐加油，谢谢。